Not a penny to my name. Lord, I can't go back home. This away. 做了一个鲅鱼小白菜丸子汤，然后又拌了一个猪头肉黄瓜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哦，真棒！好好写一圈。你现在，你看这个字都没有拼音了，这个字就是你们已经学过的字了，不给拼音了。下班了，哎呀妈呀！下班了。好好，爸爸下班了，去看看爸爸。爸，你下班了。给爸爸热饭去吧，你能不能热？你去给爸爸热饭啊？跟妈妈给爸爸热饭去，好不好？别冻着，好吧？你吃完饭了？吃完了。我做的丸子汤好不好喝？还行吧。你还行吧？你不老爱喝那丸子汤吗？还行吧。下次不哎给你呀，做了，幸好好的我白弄。你看三口人吃两个菜还干啥？单多。你说你看晚上喝的啥啤酒，那个是汤，你又开始喝酒了、啊？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喝酒了，怎么又喝、啊？哎呀，偶尔喝。那小啤酒，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掺啤酒了。你看，给点好点的又。不怎么给你点好点，你蹬鼻就上脸吗？你非弄我发火好了，是不是？妈，天天吃饭也不好好吃。今天吃饭又给我欺负下，那人家不好好吃，饿啊，再不好好吃好办饿。今天英语说，英语说，英语说，拿书包里去。屁股给臭了。哎呀，我屁股，我还臭，我叫你坐都坐不了，坐就想你挨揍了。小子，哎呀，过贼不敢是打。我打你，拿棍子捋你。哎妈，外边还扫雪呢！自己去装去，自己去装，自己去装，自己事情自己做。干啥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要干啥？你把刚才那话再给我哼上一遍。我要拿棍子抽你！哎呀，你还胆肥，你还抽我！